各位乡亲哦，是海线的乡亲，嗯哼，今天确实非常的冷啊，你们可以坐在这边哦。对，我就想到以前党外时代哦，哇，那个选举下雨，雨衣穿着很冷，以前没有位置坐呢，要用站的呢。他们还是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是说哈、哦，这个就看到以前党外时候的精神，对，那个精神代表说这个国家有希望。因为这样子，我们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大家。我要老这个老人家哈、哦，回想到以前，我要跟他们深深的一鞠躬，表示敬佩，表示我对我的子孙有希望哈、哦。是，各位乡亲哈、哦，我是绿色的哈、哦。对，但是我现在骂绿色骂得很凶啊，很多人哈、哦，我以前的支持者他们都很奇怪，他说你以前教我们反国民党，现在来骂民进党，是，他说为什么你会这种改变啊？我就笑笑跟他们说，怎么说你知道吗？嗯哼，我说我一辈子从政哦，从来没有改变。哦，因为我从政以前就是民进党是什么？是反对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反对党去监督执政党是应该的啊，没错。啊，我一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，站在公理跟正义的立场，是去监督执政党。对，啊，你执政党做不好，你是个管理是什么党？你民进党会要骂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啊，怎么可以不骂？嗯哼。那现在我为什么一定非骂民进党不可？嗯哼。因为真的哦，民进党现在为了赚钱哦，几乎不把我们台湾百姓的生命把它当作一回事。对，就刚刚他那个凯军讲的，凯军那高端的问题，嗯哼，哎，高端他那个录音出来，他们的成本300多块，是啊，政府跟他说要给他700块，对不对？嗯哼，政府真的有那么笨吗？这些从政的人，哦，当然有问题，这300到700就有问题嘛。欸、为什么他们的股东会说哎，700到800多的时候，700不够？为什么700？我当然不够，因为很多东西给人家分走了，当然不够。不够分，所以要调到800。他们自己股东分不太到了，哦、成本再加上去，可能给人家拿走了。嗯哼，所以他要要求从700要求到800多块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不是说吗？这个多出来的，我们股东大家来分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可见他只是没有讲出来说，我300多到700这个钱是谁拿走，他不敢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们想也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为了赚钱，他为了让高端他去赚这个钱，是他挡疫苗，台湾人已经死了10000多人，他根本不在乎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啊，现在这个副院长，对。他是帮凶啊，嗯哼，对不对？他哪里有管台湾人的生死？他怎么只要分到钱？刚刚这样讲的说什么？他正值现金，他有拿到高端的钱，对不对？嗯哼，所以他根本现在，我说最痛恨一个人，就是说你从政，对不对？以前古那个找勾栅栏逛逛，人在宫门好修行，嗯哼，就是说当你去当官，你有那么多的权力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去照顾百姓。你才会真的这样休息，你知道吗？嗯嗯。哦，郭栅栏宫什么做官清廉，假崩娇阳，但是假崩娇阳，他的后世人家都跟他尊敬，他的子孙人家不会骂他。对。但是当你去当官，你赚了很多钱，你去贪污腐化，我告诉大家啦，后康不顾啦，是。以后你的子孙是一定被人去就转，骂得很难听的。嗯哼，你看从有历史以来，只要当官赚钱的，没有人不骂的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所以说当官了，你要赚钱，我相信这些从政的人他有能力。你赚钱，你就去做生意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。你做生意赚钱，像郭台铭他赚那么多钱，有人去骂他吗？没有。啊，有人说他是血汗工厂，血汗工厂，你怎么愿意来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赚钱应该的嘛。但是他就不知道怎么从政啊，嗯哼，对不对？他从政，他说哎，没问题，我有钱，对不对？他就去叫人家去联署，是啊，联署，结果出来一大堆问题，嗯哼。所以从政跟做生意，你不要用政治去
用利用政治去赚钱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没有道德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去骂民进党，我经常常讲说，很多人骂民进党说啊，这个民进党是新潮流在作鬼，在做鬼了哈，啊，这个张蔡其昌也是新潮流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常常讲说，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啦。啊，你新潮流如果说你当总统的，对不对？你执政的，你去控制他们，让控制这些党员，让他们不能去这样做为非作歹的事情，你说他们敢吗？我就讲说，以前我那个时候的民进党叫做清廉勤政爱乡土，那时候民进党的一个不分区委员，我那时候一个不分区委员，因为他跟财团跟翁大明挂钩。被报纸登出来，这个不分区的第二天就被开除。哦，但现在不是啊！你看那个上次登那个诈骗集团很多的时候，依然有一个立法委员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车子，他的服务处的办公室，全部是诈骗集团跟他包养提供给他的。像这样的人，民进党不敢开除党籍。是，那这个很奇怪嘛。啊，你想要清廉勤政，像这样的跟诈骗集团在一起的，对，你知道现在诈骗集团台湾非常的凶嘛，对不对？几乎每个人都接过好几次的诈骗的电话，甚至于我们外销到国外去，对不对？像柬埔寨那个，我们诈骗集团可以输出呢。啊，你知道诈骗集团为什么会跑到国外去？因为他们被抓到，只要送回来台湾。很轻轻判罪，没几个月就又放出来，又去骗嘛。我常常跟人家讲说，为什么台湾这些年轻人会去走诈骗这条路？是，就是民进党造成的。对，因为民进党哦，把那个课纲改到乱七八糟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常跟他讲说，以前我们那个念书的时候有公民与道德，现在的课本啊，没有，只有公民没有道德。一个年轻人从小就没有教他礼义廉耻、道德的问题，你说他长大他很聪明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做什么？他说他没有钱，没钱就是做什么？就诈骗嘛，去骗人最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骗到他就赚大钱，他也不用花劳力，嘴巴动一动就可以。所以现在他骗到最后，有的已经骗不到了，就啊骗人说啊，我高薪请你来。啊，请你来以后就把他证件扣掉，你不做，我就把你干杀掉。我说台湾哦，这个政府已经做到让百姓真的深恶痛绝，你知道吗？没错。所以这个政权你怎么支持他？对不对？我们不能支持这种政权嘛。如果再支持这种政权，再继续下去，课纲再继续下去，我那天看了一个网路，你知道吗？他问了一些年轻人呢。他说：“中华民国是什么？是谁的国家？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台湾人哦。后来网络有问他说：“你知道台湾跟中华民国什么关系吗？中华民国在哪里？”你知道有人怎么回答吗？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中华民国在对岸呢。”什么时候？他在对岸呢。那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人家问他说：“你的国家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人家就问他说：“那你的护照出国，那你那护照是写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看。”各位乡亲啊，说台湾的年轻人已经到这种程度，你说这个国家有什么希望？你说对，你要大家让它烂下去吗？对不对？在我是民进党创党的党员，是元老，我是民进党创党第一届的立法委员。是，各位乡亲啊，如果民进党再继续执政，台湾这样继续堕落下去，对。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的子孙将来怎么办？连国家都没有办法认同的时候，你说国家有希望吗？对。所以我上次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打油诗哈，真的我感触很深啊。是。你知道他打油诗怎么写吗？他说国君那个君呐哈，君主的君，他说君无国，啊君无国是讲谁？大家知道吗？啊？君无国嘛，做国这做过君王的人，他不知道，他根本就没有国家的观念嘛。是，所以赖清德才会讲什么，说中华民国是一种灾难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既然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他要把中华民国变成灾难，那你算没创下嘛？对啊。
你就是要把它带上灾难啊，对不对？你去当总统是灾难，你要去选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当时台湾人投个坏掉啊，还有30几%的人要支持他 啊民调他一直都他赢啊。对啊，这个我再怎么想都想不通。对，没有天理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爱中华民国的人，说中华民国是灾难的人，结果要来选中华民国做总统。是啊，他到底要选哪一国的总统？各位乡亲，我真的连这样的他都还会当选的话，真的台湾不能住了啦。对。哦，我刚刚讲说他是军无国啊，军无国就是总统副总统都没有把中华民国当一回事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叫军无国嘛。他在讲什么叫官无骨？什么官无骨？做官的人啊没有骨气啦，知道吗？嗯哼。哎，以前人家说我不会五斗米折腰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就说我当官，人家讲说好的政务官，我常常讲，什么叫做好的政务官？嗯哼，就是说当你用我当那个部长或是政务官，对，我的理念跟上面的理念已经不同的时候，对，我认为我当你的官没有意思嘛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理想再推出去的嘛，对不对？嗯哼，所以有骨气的政务官。就退下来不要做，你知道吗？民进党有一个我的以前的好朋友，他就是有骨气啊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谁？黄煌雄嘛。哦，黄煌雄在当那个促转会的主任委员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就是很有骨气啊。他给他当主任委员，小英在叫他当主任委员。嗯哼。但是因为那时候发生东厂事件，就是那个张天青是不是他的副主委说，我们促转会就是要意思就是要修理国民党就对了啦。嗯哼。黄煌雄说不是这样子，促转会是要把以前不正义的要把它转回正义。你现在你要去打那些那个对国民党去做杀那个杀手，那就不是正义的了。但是讲他讲没有用啊，所以他马上大概上任不到2个月，他就辞职不做了。嗯哼，各位相信是哎，这个就是有骨气的政务官啊。现在像我们有一个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叫做什么林静怡是吗？哦，林静怡，他既然说那个陈吉仲啊是最好的政务官，最好的农业部长，各位相信啊。陈吉仲就是全台湾人都讨厌他的人，都是跟人民为敌的人，连鸡蛋都没办法弄好的人，他是最好的政务官。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民意，见鬼！像林静怡这种人啊，是一定要让他下台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像蔡其昌也是一定要让他下台，好不好？好，他们都是帮凶，你知道吗？嗯哼，对不对？根本就颠倒是非。不把人民的意见当作意见，对，漠视民意，你给他选他当民意代表干什么？是啊，不要选他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海线好像这两个都在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林静怡跟谁？跟严宽恒是吗？对，还一个什么那个蔡其昌跟蔡碧如是不是？对，那你们要选谁？当然是选蔡碧如跟严宽恒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蔡碧如很有guts，对，人家说他那个论文有问题，嗯、他马上辞掉。对，你们说有问题，我辞掉，我重新写嘛啊、哦。是，这个知错能改的人，对，才是我们百姓需要的人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才是我们应该要支持的了，好吗？好啊、哦，我在这边拜托，今天很冷哦，啊，我老人家对不对？讲太久感冒会不好，对不对？哦、谢谢，谢谢委员，好吗？真的啊、哦，我拜托大家。一定要下架民进党，好不好？好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
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， feel good。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